他这辈子只能是老子的女人，你放手吧。火花报重磅消息：穆家小姐穆婉清即将成为督军府少奶奶，却与上海司令谭玄林关系暧昧。果然，头版头条。要说这火花报的记者也太不会拍照片了，这怎么挑了个这么个角度拍？ 当然，司令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。这样，你啊，去把各大报社的记者叫过来。我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。好。各位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《火花报》的这篇报道，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，穆婉清小姐是我要追求的人。 虽然他还没有答应我，但是我相信，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所以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距离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有八天。如果我能在这八天的时间里打动穆婉清小姐的心，那么徐光耀先生就要祝福我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 我也会祝福他们。谭玄林没有澄清，而是公开追求穆小姐。他还说了，在订婚前的八天内，如果他能打动穆小姐的芳心，就请少帅把穆小姐让给他。你听到了吧？ 我早就说过了，孔雀来风未必无因，他们早就暗中私通，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。少帅，别叫他，让他去。不撞南墙，他不知道人心险恶。在小叔叔身边那么多年，他一心都扑在军务上，我从来没有见他因为这种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而且我也想不通，以他现在的处境， 公然去抢徐光耀的未婚妻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这么精于算计的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你是想问我和他是不是真的？你该不会是因为不愿意嫁给徐光耀，所以拿我小叔叔当幌子吧？顾小姐，有时候关心则乱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为了你，可以不顾一切？ 是吗？为了他，我也可以。许督办，许督办，哎，关耀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对你一直坦诚相待，你凭什么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对我？ 你对我坦诚相待，那我也对你坦诚相待。婉清她不喜欢你，她喜欢的人是我。是，你是天之骄子，众星拱月。但是你不懂她这十年来受的委屈，你更不懂她在穆家的处境。原来你早就对她。对，我早就对她动心思。她这辈子 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
你什么意思？令尊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想保住婉清的命，就不要把你听到的、看到的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父亲。谭司令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你真的爱他吗？爱，不敢死，怕他会伤心，更不敢输，怕给不了他幸福。记住你今天说的，好好对他。光耀哥，对不起。安琪，关耀哥，你父亲做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句对不起不应该由你来说。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很高兴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好值得所有人的仰慕和喜欢，能被你当做妹妹一样疼爱，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。谢谢你。你爱他，对吗？那可以抱抱你吗？